我们一家人来吃这个云南冰糖橙哈，绿油油的感觉好治愈。给他们先割一个，看一下这个水分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轻轻一挤，水分多多的。来，妈妈给你剥，这个皮儿也是很薄的哈，不是很厚的。妈妈先给你剥一点嘛，先给你剥一点，再我自己割一个，看一下。哇，水润汪汪的，这个云南冰糖橙啊，吃起来的甜度啊，现在是很高了。现在是正是吃这个云南冰糖橙的季节。吃着是没有什么酸度了，看一下，哇塞，好甜。我跟你说哈，姐妹们，收到货有正常的一点点果酸，但是你们拿回家放个3、4天，吃起来真的很甜。因为它是刚刚从树上嘛，现摘现发的嘛。脆甜多汁。好吃。把这个吃了。你看这个皮儿很好剥。这个橙子口感真的很好，肉的话吃起来也很细腻的啊，有喜欢的，要么把链接放视频下方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拜拜。